全球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我是陈伟。又到了空屋的秋冬季了。联合国列为一级致癌物的 PM 二点五，八年前定出年均浓度十五，这个是已经比 WHO 的建议值时还要高。原本渴望二零二零年，也就是今年有成果，如今延后到了二零二三年。有毒空屋物质。 例如，世纪之都戴奥星竟然从四年前预计要管制八十多项，如今竟然下修成二十多项而已。伦敦主要的空污，并不是来自于工业，而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交通要金、移动污染源，也就是交通工具的排费。这个是不是跟台湾的都会区很相似？ 他如何在民怨最小的情况下，达到道路分级的管理，并且提升成为电动车？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专家，他是来自台大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过去的这十年都在专精于空屋政策研究。他是王瑞根王博士，瑞根大哥你好，你好，大家好。 呃，我首先还是帮听众朋友问他们最在意的，那就是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是一级致癌物的 PM 二点五。好，PM 二点五，其实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定出了平均浓度要达标到十五微克立方米。八年过去了，您看这过去八年我们的治理成效怎么样？呃。 首先，我们也必须肯定说，如果从全国的平均数字跟空气平均，那个空就是它有分六大区的分区管制来讲，是是有蛮大的改善的。嗯嗯，就是说从全台湾或是说台风金马的尺度来讲了，金门马祖因为它比较受、呃、大陆那边天候影响，所以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把它切割出来，哈，不是不不是说它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对对，<laughs> 那。 数字上有很大改善，但是呢，嗯、我们空无一题就是有趣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只看全国的数字在改善，是因为很多地方他们的空气品质还是很差，这第一点，哦、重灾区，最重灾区。是第二点是呢。 即便我们改善到现在大概是十六微克立方米，<的>啊，就讲一个单位，就是大概是十六微克立方米。是但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十微克立方米。Uh, 那美国啦、英国最近也应该是修到十二微克立方米的、嗯、的部分。我们的目标还是没有那么有企图心。对我们没有那么有企图心。OK，、嗯、对。那从二零二二年到。 现在二零二零年，那我们原本预期也期待环保署，既然你数字上全国都改善这么多了，嗯，你是不是也提出一个更积极的？结果没有，他现在要把我们这个十五微克立方米继续沿用到二零二三年的目标。这原本达标日是二零二零年呢、欸。 他没有敢明确说达标日，但是大概倒是都说，我们大概会想说，你总得十年要给我更进步一点的目标吧？是、uh, uh, 是，是对对，有啦，他有一些政策宣誓，包括说一些零散在呃，执政党应该第一任的时候永续发展目标里是,是有带到有一句二零二零要。 达到十五维克立方米嗯嗯这一类的，它散件的，嗯嗯但是他不敢那么有企图心的，嗯嗯那么他就想想说，哎哎，我要比较不敢带过就好，而不是明确宣誓。那但基本上我们都认为，你看嘛，如果到二零二三我才能十五，那比你定出来已经十十年以上了。 对对对，十年或十年以上。而且如果现在就十六，那个十五其实根本就是自然达成，好像不是政府的大力作为所影响的结果。没错，我们空气污染跟温室气体减量，最近我们关心全球跟台湾环境的朋友们，是现在真的最希望呼吁政府的就是。 每次开会，其实各部会都有一点说，嗯、反正我们能源在转型嗯，嗯，我们在转天然气，转绿能，对呀、啊，我自然而然我的碳排跟空屋都会下降。我觉得这样就是太没有企图心的啦。是，對,对对，讲的是，<對>呃，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几个重灾区哦。其实，在这个空屋研究里面，有一个明显的数据显示出来，重灾区的人，他们往往是农业而且低所得的地方。 呃，相对比较低所得，例如说云林、高雄、嘉义县、南投，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欸，哎，对，这个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问题。是，其实呃，当然我们说工业化国家是，它一定会造成一些城乡差距。 农<是>业县市有可能它会比较难以得到那么高的所得跟 GDP，但是它却是空屋最严重的，而不是工业的大都会。對, <laughs> 对，通常来讲，oh. 如果那个国家幅度够大，像日本、像法国、<Okay. S 2> 英国，<是>你到苏格兰去的时候，它空品是会好一点的。嗯、<哼>我说除开，然后城乡会好一点。嗯、<哼>那台湾也有城好的一点的啦，像是花莲、台东，它可能是农业观光为主，那空气好。嗯、<哼>但是台湾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西部的农业县市，我们真正。 负担台湾的你吃的鸡肉、牛肉、呃鸡肉、猪肉、蛋、鸡<是>蛋，<是>还有这些农产品主要的，刚刚主持人有念到的云、嗯、<哼>林、彰化、屏东、嘉义、南投的这些县市，嗯、<哼>他它其实它的现在的家庭收支所得，还有它的。 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就业人口程度，嗯、<哼>都是台湾比较低的。结果，它的空气污染你还给它最糟。那因为这些西部农业县是过去开放了一些农地的工厂，嗯嗯嗯大小型的工厂。啊 okay、那这群工厂现在也被认为说比较难管的部分。是，那当然也有一些大企业、大工业区就去坐落在他们那里。嗯、<哼>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台湾的这些偏乡或者说城乡差距，它已经。 在很多资源上得不到了，结果你还这个空气污染的改善程度还不够大，它会加速它的恶性循环，人口更加的外流，那那里就更有可能就是引发一些要逃避管制的大工厂去进驻。对，但是呃，当然要逃避管制大工厂这些也都还要去政府特别去申请这些工业区啦，所以当然现在高雄这边我今天不太多谈，嗯嗯、但是就是说高雄为什么那个工业。 用地的那个等级数在上升或调降，会那么的让高雄市民很关切这件事情、嗯。那就是因为那个稍微一改变，就像你刚刚讲，就会去进驻。当然，它我们还是有一套把关的过程啦。是，但是总体来看，我们是需要直接去面对重灾区的改善程度的这个问题。对，这是您刚刚谈到说，台湾空屋治理的特色里面是重灾区看起来改善不多。 但他们可不是二等公民哎，对，没有人愿意当二等公民，<对>这个该怎么样治理，或<对>是对政策的这个建言部分，这个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我们我我再给各位一点说重灾区，所谓重灾区的这个数字哈，我这几年一直有在追踪一个研究哈，就是把台湾的七十二个哦加上工业区所有的这个环保署自己的测站做一些分类跟加权了。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退回到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点去看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空屋，我把它分成五组的最严重的那一组来讲的话，它其实那一些。 到今年为止，他们是有改善蛮多的总体，但二零一五年的时点，那有百他们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哦，其实改善了四分之一。4, 嗯啊、可是呢，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换到说以现在现客的重污染区的标准，是会发现说他们其实改善的极少，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二一而已。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因为简单讲，过去能改善的。 都已经改善了，OK，都有政策能改善了。<是>现在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最要面对的这一些，对，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图表哦。那个我节目里很简单去介绍，过去改善比较多的哈，南投的竹山有改善一些，为什么？因为它是那种砂石砂石扬尘最多的，嗯、那那最所以，所以我这边也是补帮环保署，所以就是说不是只有要管工厂跟。 柴油车啦，你有一些扬尘，都是要管的啦。哈、嗯，嗯、但是我们不能只就是说管那个哈。<是>那竹山改善很多，普里也改善很多，因为普里把观光还有有些地方大游览车不能进去，好<是>，然后当然它这些措施也会很有多的改善哦。嗯、那伦贝也改善很多哈，嗯、那小港也改善很多，二林也改善很多，但是我们也有变恶化的地方。哦、那这些。 排名恶化不是它相对指恶化，就是说他们很难改善，因为他们改善幅度特别小的。嗯、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区域，我们这不要说，我们看到潮州，我们看到人武，哈，潮州就屏东的潮州，其实它是在比较靠近那个高雄大都会的那一带嘛，哈、嗯，哦、就是那个地区，高雄真的是很严重，哈<是>，潮州、高雄的人武、高雄的前金、好嘉义的嘉义的新港、好那高雄的桥头、台南的安南。 就是你可以从台南到高雄的这一带的临海的这个工业区的这 K 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工业区，它现在改善的程度是早已经挤不出那个空间来了。那我们过去几年，不只是我一些做环工大气的科学的环工科学的，也已经比较证实说，我们现在在一些手段跟工具上，确实还要在。 再挤出一些空间了，否则的话，我们光靠最佳可行技术就 BACT 这边的改善 <Okay. S 1> 很难再做了。嗯、<哼>呃，某一种说法叫做，我们最近很担心说空屋治理达到到了天花板了。嗯嗯嗯哦，到了你自己，除非你用更积极的去冲破那个天花板。嗯、<哼>那这这个这个这个图就会看出来说。 有一些在二零一五年的重灾区得到了改善了，嗯、<哼>但是有一些改善很少的部分，它变成现在的重灾区。嗯、<哼>那其实这些也都还是在从云林以南到高雄这一带的重污染重灾区啦，<是>它只是换人做做看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因为这个台湾最污染区，它就是坐落在我们台湾的，又是比较教育跟跟这个所得，我们简称叫做社精条件地位比较差的地方。嗯、<哼>我认为一个像台湾这样重视。 公民权正义的一个国家，嗯、<哼>我们需要去这做这一块。那做这一块呢，在并不是没有方法，但是主要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呃，包括说，呃，我们也透过那个立法委员哈，洪生汉他们也有去咨询说，<是>我们各区分区的差异性有没有把它做出来。 也就是说，我我们需要，我们刚刚讲嘛，要针对重灾区、针对农业县市、针对,对,对偏乡去做这个空屋改善，<是>那有没有做出来？那他们后来环保署内部也给了一些资料，就是说他们有在做分区。不过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说目前的分区啊，嗯、<哼>他只做到全台湾给它分成六区。嗯、<哼>那它这个六区还是有点是比较行政区去分的，嗯嗯就是北北基、桃园。 算一区，然后竹苗算一区，然后中章投算一区，云嘉南算一区，高雄算一区，东部算一区。嗯、那这个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下一次你们访问环工的，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大气真正流的方法，是你行政区勉强分的。是、嗯。桃竹就是说，整个。 那我们就来看比较先进的做法，我要推荐加州的做法。Okay, 好，美国也是这样。嗯、聽聽你要先基于一个。 空气流域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清楚，整个高平溪的那个地区，<Okay> 虽然那个江南平原是连下来的，但是到高雄到那个大武都、就是高雄呃台湾中央山脉南部延伸到屏东的这个山，它有一个回流的气流会从那边过来。我们要请那个皇宫未来介绍更清楚，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气流打到中央山脉之后回流在高平地区那个平原里面，造成一个。 污染出不去，嗯哼。那这个空气流域每年都是他们环工学者会去盯的，那它几乎会左右了那一年的高雄的品质好坏以及高峰低峰的。嗯，那这个空气品质流域它就是、嗯、我们当然这一区就是高高屏空品区，嗯、<哼>可是这个区域会受到外来的影响。哦、啊，那现在环保署也做一个做法，我们必须来讲，嗯、就是说它现在叫做跨区协调应变机制。OK，好，好，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跨区协调应变机制的一个主张跟作为，我们会希望它有两件事。OK，第一件事情就是环保署做了某一些事情，怎么就是说，嗯、呃。 就比较正面，你要自我会推销，会行销嘛，uh huh. 就是说你有做这件事，你要让民众知道做这件事，以及他他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认为这边很缺啦。对这个的能见度有点有点、哦、就是很多我要在节目里讲了，你才知道原来环保署有做这件事。<laughs> 对,对一个新推出来的治理手段，对也不新，因为国外都在做哈、哦。那个本来就是一件事情，那、嗯啊、台湾的。 啊，三万六千平方公里里面，你去做这个协调其实本来就是应所当然的事情。Okay, 嗯、但是你没有对民众去参与这件事情去讲清楚。嗯、其实就回到我刚刚关切的这重点，这些中山区连成一片，这些中山区互相影响。哦，有可能你高雄的空气都污染到云林，云林到高雄，大致上云林到高雄，高雄到云林这个传播范围是大环公司给的是肯定。<是>那这种影响范围里面的话，他们的跨区应件机制。 那我们当然也是要公民参与啊，我们当然也是要去公听会去说明这件事情啊，uh huh.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觉得是要的。Uh huh.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要环保署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请公民去参与。像我们现在在请我们去听公听会或什么，那就带出我第二个要希望能强调的一件事情：uh huh. 在美国的做法、加州的做法，或者是像伦敦，我等一下会介绍的一些做法，uh huh. 他们在。 做一个空气污染的政策的时候，它背后当然有它的科学报告跟科学证据，嗯嗯、但是你不，你必须告诉我们有哪一些科学报告、科学证据。提出了一个政府方面的，我的施政的科学依据的报告，<Okay. S 1> 比如说环美国的 EPA，它的 PM 二点五二零一二零一四年改从他们从十五改到十五微克立方米，改到十二微克立方米的那一次，他、嗯嗯嗯、提的报告主报告就四百多页了。 然后次要报告十几二十项补充资料，大概都上千页了、嗯<哼>。那这个东西什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政府政策是我可以在哪里去跟你辩论、去讨论。Okay, 好，比如说。嗯 这一期度的嗯环保署的空气污染防治方案每四年一次哈，嗯、这个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我们国家是每四年一次提出空气污染防治方案，四年四年四年，然后来定我们空气你可以呼吸多好的空气，好讲讲。嗯、那今年季度的他就开公听会，但是公听会我们通常就会得到一个十页左右的简报，二十页左右的简报。然后他为什么要把 PM 二点五十五微克立方米继续沿用四年？ 是我找不到根据，是那再一个就是说，也许我们问了，或是其实我们认识这些老师，我们大概知道，也许你模拟出来是有些好些极限。其实我认为皇宫不会告诉你要不要严哦，我觉得希望要替皇宫老师保护，他们只会告诉你科学结果，你严与不严的代价跟他的要做哪一些事，嗯嗯嗯嗯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他们是科学家。嗯、<哼>那。 你环保署为什么看了这些数据，觉得我一定非得四年后做到，要不然会动摇国本，我会经济衰退吗？他没，我没有跟我们讲，并没有说明这一点。然后就我们从一些工总的一些会议的报告，或者是他们一些建议，就会看到说，哎，那你的立场就会跟他很接近呢、啊。所以你你就说清楚嘛。对，那他说清楚嘛。今天真的有那么多。 台商他还是做高污染、重污染，需要你去给他清除这个空间吗？我们只知道回来大部分就是一些电子产业链，因为美国要重组，有一些高耗电的需求。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真正有一些船厂它回来，它还会对有毒废弃污染物这一些，至少我们不知道嘛。你要讲，所以最近一件让我们大家环境治理很跳脚，就是。 有毒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标准像哪些？有毒有害，代号星，哦，这个世纪之毒代号星，是是是，像这些这些那个标准是放宽了吗？没有，他四年前说要定，因为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定了，对，欧盟还管四五百项、六百项，对。我们当初四年前告诉你说，好，我们就先管八十八十二还八十四项八十几项，先试试看草案。 好嘛，四年过后，终于说好，我们事情大概要开始，现在变成管二十几项而已，那是退步了，差退步了，从八十几到二十几，<對>人家欧盟都已经列管多少项，那我们这个退步就会让，就是说显见的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就是。 就是不够的。嗯、<哼>那它这个这种有毒污染物，跟我刚刚介绍 P M 二点五，它也是不同档次的东西。嗯嗯、这种有毒的东西是要以 P P M 跟人体的的的这个接触程度来、嗯、<哼>来计算的，它是非常重大的影响。嗯、<哼>那在这边我们我们也没有看到积极的作为，这是我们会担忧的一点。那在搭配上刚刚讲到的，嗯、<哼>我们在这些农业啊、哦、这些射精条件，台湾已经。 把他们比较落后的地方，嗯、<哼>他们农地里常常都有工厂。嗯、哼哼那这些人又要接受比较多、比较松的有毒的污染物。嗯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氛围验底下，我觉得这就很不符合所谓的总统要倡导的台湾价值的目标啊。嗯难道难道你台湾要跟某一些国家一样吗？就是又说我我一部分的国家有一部分的人民跟城市已经是世界最好的，但是我一部分的人民还不行？难道我们要这样吗？那这一些每一个的松绑或是不够重视，都会加深了这一些地区的,的的的这个。 就是的的一个健康程度的一个恶化，<是>以及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现象，不公正的一个现象。是，所以我们听得出来，您刚刚谈到的，就是美国加州的经验。其实我们得以取经的地方，就是它的政策。 呃，以及他的纳税人血汗钱要投植到哪里？他其实背后有清楚的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在目前环保署他们刚刚不论是这个有毒的空污物的这个条件的放宽，或者是在这个 PM 二点五达标的日期，<coughs> 看起来他们都有倒退路的现象啊，没有告诉大家是为什么？对，哎、欸，就是我们没办法去讨论为什么他。 他们在这个地方，当然，丧失了公听会的原意喽。对，因为他没有那么清楚，让我们可以后续去跟踪他。那我们那还是要必须要讲了，就是数字来讲，全台平均还是下降了哈。因为听到这个中间，也许有些人会说，那这些地方是变差了吗？我们台湾变差的地方不多了，但是都有变好了。问题是，我也常常讲一个概念，台湾各部分都一样了，全世界都有在追求进步，没有人原地踏步，或者是改善少就是被刷掉了。所以我们在。 在空气环境健康这一块，也不能够是觉得说我有减少就好了。 况且我们在重灾区里，现在已经有一些落后的部分，那些部分呢，现在的改善是比较找不到出路。那我们也刚刚讲到有跨区协调机制啦，但是你就要公听会把它呈现出来，我要怎么针对改善？我们回到一点加州一点啦，它的它的空空气污染管制，它会分成三个层次，就是它的最高污染区、大洛山地区、及地区到南加州地区的这个这个，它它其实地形也有点像。 呃，就是我们中部地区，它连续一个谷地延伸到埔里里面，然后，嗯嗯那它它的改善就会针对这一区的污染跟空气传播去做改善，去提出报告。嗯嗯、当然，它行政划分下去还有一套造行政区的划法，但是它有一套改善策略是针对这一个空气流域的。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很干净的空气流域，它就几乎就不用太去管它。那我们它，然后它有一个呢。 虽然它空气很严重，但是它没有办法透过政策改善它。它是它加州比较靠近内华达那边沙漠地区的，它有沙尘的问题，嗯、<哼>它短期内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状况，嗯、<哼>所以它会把它层次区分出来了。嗯、<哼>我认为台湾这个层次区分上还不够清楚，或者是你环保署自己清楚，嗯、<哼>民众不清楚嘛？嗯 okay、那所以这边都没有办法谈呐。<是>那 我我我认为我看到的资料是环保署没没有这样来想了，因为他现在的北中南哦，高雄最气的就是常常呢高高平空平区哈，都把恒春也算进去了，那恒恒春就很干净，就可以把人家平衡掉嘛。对对对对，拉了那他就说，因为恒春那个地方它也是一个人口的地方嘛，可是屏东这个地方就是分成两个空气流域啊，一个地方是靠它那个尾尾尖端那个它那个那个。 中央山脉南端鹅銮鼻那个地方的巴士海峡的地区，那,地那个一个空比较好的，很好，它就一个空气一直把东西吹走，<是>那个类似、啊啊、那个玉郎岛那种，就是它在海岛吹走的。嗯、<哼>但是大家去屏东都知道，屏东市是高雄市旁边的一个年代生活圈的，嗯、<哼>屏东市纬度还要比高雄还要高一点呢、欸，嗯、<哼>还更靠近台台北部哎、欸，嗯、<哼>那。 屏东这一带的这个空品就是差的，所以它这个平均就是按照行政区去平均的，这这个不不用不不应该这样去平均。如果加州的话，就会把高高平的这个高雄市大都会区算一区，我该怎么改善？然后屏东的道山的这些地区，或者是这个延伸到中央山的南端这些地区的山区，你就不用管嘛。中部空坪区也是这样啊。普里就是那一个延伸浊水溪上游进来的那一带的几个。 盆地它高污染，你就针对这边改，那那你就不用去跟其他地方做平均了，嗯、<哼>对对。那竹山就要竹山自己拿一个东西去改，嗯、<哼>我想这边把它细致化做出来，是是那就会谈到我第二个<对>今天也要谈重点，是我们一个。 像台湾的一个范围是，那它的中央是说好啊，那这些很细的地方的，请你地方环保局来提出改善方案。<對>目前是比较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中央跟地方搭配，可是要看地方有没有能耐。有很多地方的环保署啊，对不起，环保局大部分都是在处理回收啊，然后或者是清洁啊，到街道清洁这两大块的事情了。对，没错，一个是局方的能耐，第二个是既然我们问题已经进到这种。 会牵涉到工业啦、工厂啦，还有刚刚说的话跨区协调机制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央在这边扮演的角色，它就会更重要嘛。其实我会觉得，地方在提这个他们地方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的时候，其实你要一个地方环保局能够办公听会，我觉得对他们压力是太大了。嗯嗯但是我们可以把整个高尿平地区或者这些重所谓重灾区的地区。 的空气污染防治计划也是一样啊，由环保署来开公听会啊。嗯、<哼>那我们全台湾的关心的民众也都可以去参加啊。嗯、<哼>那在地的民众更可以去参加，嗯、<哼>他们也可以听到说哦，原来我高高凭空去，如果我受到中火，中火如果在在无法降载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就在那里，我们大家把事情谈清楚，这样子才可以。嗯、<哼>那所以说，地方的空气品质防治计划，我现在也一直在追，因为地方要提。 按报备给那个环保署，中央、地方要提给中央核定。嗯嗯、那在核定，你又要多少年过程呢？嗯、<哼>其实这一期就是二零二零年应该要通过的实施计划。嗯、<哼>有一些县市会为自己就微调一年，但是。 基本上就是今年已经快到年底了、欸，是地方的计划还<是>还还还草案还还在跟上。那我我就是我们也看一些有一些试出一点草案，有一些有防治方法，像台北市有做一个简化版的。嗯、<哼>但是我们我还是要那一点，你有一个简化版，你背后到底科学依据是什么？这些东西没有清楚，空屋就很难在一个健全的科学与公民监督之下呢。 被推进到像伦敦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成就。嗯，我们谈到伦敦，这时候我就想要来问一问，关于就是交通载具，因为它占了台湾的空污来源，姑且可以把它称为是三分之一，而且比起另外的那三分之二火力发电厂啊，或者是呃工厂排放，它其实更接近你我的生活。对。那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当时呃政府。 呃，要求说老旧的柴油车应该要汰旧换新，然后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做了一个这个这样的呃定位，认为这个政策就是逼死劳工，然后侵犯企业，因为企业有可以抵换的这个机制，然后政府是逍遥的，因为。 啊、呃，政府的天然气的这个电厂其实是不受到啊、呃、这个空污治理的相关的规范，所以一路走到了现在二零二零年哦。其实老旧柴油车它的空污排废，不得不承认算是相当贴近大家生活的一个空污议题，不像那个在远方的火力发电厂或者在远方的工厂。所以现在的治理现况是什么？ 那这个伦敦的这个例子，<对>您刚刚一直要谈到伦敦，因为伦敦大家知道它的这个主要空污并啊空工业的部分不是来自于工业，而是主要来自于就是全民所使用的交通。<对>它又怎么有办法做到可以降低它的空污？因为这个关于全民交通，有些甚至是像是这个呃老旧柴油车，那个又是够霸道哎，工作那个又是劳动权。 更敏感的议题，这个都怎么样做到的？嗯，那我们就来看那个最近几年，其实伦敦改善的不错哈。那、呃啊、其实它起步也没有很早了哈。它起源是这样了哈。它在二零一五一六的时候呢，<是>在他们的那个 King's College，就是他们伦敦的一个国王学院哈。是，他们其实有做了一个报告。 他们就发现说啊，如果按照伦敦从二零零八年到一六年这八八年间的空气改善的速度的话。 他要花一百九十三年才能达到 WHO 目标啊！好啊,啊，这这是用量化的事情去讲一件白话可以讲的事情啊。白话讲就是说，从二零零八到二零一六年，伦敦的空气品质没有改善了。能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去讲一件白话可以讲的事啊。哈，那二零一六年伦敦就决定要对抗空污，然后他们新的那个市长也上任哈。那其实呢，他。 做的成效就是，他也是四年计划了。到今年他去 review 他的这个计划成效的时候，他得到了，他早他原本在二零一六年住在氮氧化物超标地区的民众啊，是减少到剩下现在剩下百分之六，哦、也就是改善了百分之九十四。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民众现在已经没有住在氮氧化物超标的地方。方。虽然是地方政府，但是成绩很卓越。成很卓越。那。 然后呢？尤其我们大家都关心学校学童上下课的地方，<是>叫做学校的区域嘛。<是>那学校的区域的话呢，它只减少到百分之三，嗯、<哼>成就更高。嗯哼。有百分之九十七，你要想有97，有百分之九十七的。 学校原本在超标的地区哦，现在百分之九十七都已经达到它的标准了。嗯、哼哼但是这是氮氧化物部分，但是他们整个也承认，P M 二点五就是下一个目标最难改的。嗯、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在二零二五年就可以全部都达到 W H O 的标准。这是不久的将来、欸。对，那我们当然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看嘛。伦敦是一个超级的大都会，<對>它的交通密度，就就他就做了很多事情。这也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哦、有哪几件呢？ 在都市里面要去推动低排放车辆，那我们台湾目前有有这些分级。 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推，然后说哪一些车在哪一些时间可以进去。是，伦敦就是做一件事情，所以伦敦有分大伦敦跟内伦敦地区嘛。嗯、<哼>那你你像现在我这个轴线，听众朋友可以看到，他们在管都已经管到我是民众剩下多少区，我的学校地区这些是区隔的，很精致的。嗯、<哼>我有分外伦敦、内伦敦。台北市你就要分成东区、西区，或是哪里是交通区。嗯、<哼>我们台北市最近有提出几个管理区。 那个是另一种概念，就是说国家公园阳明山地区别不可，那个要不能污染那个地方。那个是一种低排区的概念，那个要做啦。但是还有一种低排区是交通特别繁忙、特别污染的地区。那高雄也是这样，高雄的工业区跟交通繁忙区，它也是前阵前金他们也是混在一起的嘛。那这些关键区域，伦敦在三年内减少了四万四千辆。 经过的车在他们去统计那流量的，我们现在交通部可以很精确的掌握这个流量。那他做的方法就是高污染区，它有一些地方不能够进去这个市中心，或者他就是去分级。那这个在道路管理上，这个工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大的。可是这个对于我认为北市、高雄、台中是有这个量能的，都是有这个量能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是是台湾的都的。 执政体系又是属于一个首长制嘛？是，他可以自己就调度，包括你看刚刚这个要做到，就是包括交通流量的，然后交通局，还有呢，警政，警察会在这里负担很重要的，因为好比说我们可能每个桥要下来要进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些观众枢纽道那些地方，我们可能都要有高承载或者是额外收费的一个 charging fee 的，就是那个。 那个一个你要讲说税也好，你要讲说一个<是>一个呃引导也好，可是这些东西大家的负担确实会增大。对，但是六都政府的我认为六都的量是够的，分工专业足以做得到。对，我认为是做得到的。Okay, 伦敦的案例就告诉我们说，市里面去管这个东西是做得到，<是>而且他不会受到民怨。啊、那我认为不会受到民怨最大的问题事情两件事。对。第一件事，你把报告讲清楚。OK。我今天要这么做，我基于哪些科学报告，<解>然后。 大家来讨论，你就可以修改。你你先一个东西出来说，伦伦敦说好，我今天进到这个下伦敦地区的这个在高尖峰时期，我要多收一块英镑的话，假设这个东西要实行，我要告诉他，你们如果付出这段英一块英镑，我。 有预计，我就可以减少多少千掉？对，然后我那伦敦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说，他二零二零，他竟然达到了这个成就的时候，民众就会相信我这样付出的代价对健康是有帮助。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跟很多政策来讲，变成是一个不信任的循环。就你喊，我也不相信你能做到。那政府也会觉得，我如果提出 ambitious 的政策，我自己没办法做到，我到时候被你骂，这是恶性的。 那我至少在伦敦这个案例，英国也不是什么都好，但是至少伦敦这一次这件事情，让、呃、我控逆自己来看，<件>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说它的这个手段是。 已经有点圈比较霹雳了，但是他其实他收到效果嘛？那、oh, oh. 他收到效果，他也会吹大肆的好的报告，吹嘘他自己的效果啦。<laughs>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仿效、欸，哎，<laughs> 这里面您谈到说如何不引起民怨，<對>如何去收费，然后不会引起抗议，<對>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所以我就是说，有一些，包括说那个野心，那跟格局大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重视空屋的。 都的首长了，是就是说不用以市长的格局，不用太去除除了去监督一些特定大的污染源之外，是不是也看像伦敦这样子？就是你去拉高你的层级，是整体的我改善了多少？我觉得论述上比较缺到说，比如说那那呃几个比较重视的市长的话，他会说啊，我就是要。 针对哪一个？可是你的整个施政有没有说，我如果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有一份科学报告说，这个减量之后，我大台中啊完了，把它讲出来，就是说我的现市我改善了多少？<laughs> <Okay. S 1> 这些东西会非常有说服力。我觉得伦敦就是做到这个样子了，mm hmm.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也会去仿效。我会我是觉得说这个格局要大，那更更遑论说。 整个首善，而且你的行政资源也最多，然后又很少工业污染的台北市，嗯、<哼>我觉得你们就这个斟酌。我觉得讲出来也没关系，我们是中立的，就是说台北市真的可以做更多。那我刚刚讲好多，这都是伦敦的管制。第二个就是他非常强力的去推那个电动车的部分。嗯，对，所以电动车是伦敦还是改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呃，电动车它的这个 mega 里面的关键要点，其实不能只是靠补贴，它要有非常多快充的公共建设。对，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才会点名台北市啊，就是你怎么做，还是台北市这个地方一定是最能做的。<laughs> 就伦敦，你如果各区，就英国如果各区要做，一定也是从伦敦开始。<是 S 2> 所以环境治理有时候都市要领头啦。一方面，都市的同质性，那那个单一的单位里面同质性会高，那它它的问题会比较单纯。这就是那那都市也可以管比较细，因为它的那个质量密度是很大的。然后就看到那个台北市的整个。 环保局的编制跟你到偏其他县市的编制啊，oh, 人力还有这个这个政府能够让取的资，能后取得的资源真的差很多哎、欸。是你像这些东西，你如果说你去招标或者是去去弄成一个专案的话，台北市都是应该很有机会做。<对>但是我是有看到最近台北市。 对空污上，他是说：“嘿，我们其实是台湾算很干净的，而、哎、且也是事实，因为你在北部啊，就是，<laughs> 然后没有人吹给你，只有你吹给别人，有道理，有道理。然后呢，台北市就是大概已经达标十十五微克立方米以下了啦，但是、嗯嗯哎、这是年平均啦。是，那是我是认为这个。” 嗯，我们对市长的取许，觉得台北不能只是这样。嗯、<哼>你如果看伦敦哦，其实伦敦刚刚我跟各位报告过，二零零八年他们觉得自己空气很差，嗯、哼哼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十五微克立方米。 哈，<laughs> 他们觉得很糟糕的空气、哎 okay, okay, 是台北市现代博啊，就是很自豪的，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會已经很干净，对对对这个、然后他们就要往十二维克立方米，就是说，呃，我觉得六都蛮多，也是期许是国际大都会，特别台北应该最爱说自己是国，要进几跟国际大都会比啦，哈，<吼>是。那台北真的这个，而且台北有地利啦，因为台台湾就是南部会受到气流影响，会越难做。哦、okay, 那台北应该也是要。 积极一点，那伦敦也是蛮值得参照的。嗯<哼>对、啊、嗯嗯，嗯伦敦好像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几点，其实它有呃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一个取经意义。对，那因为伦敦它本身呢，它也比较少那个呃工业大车会进入啊，这也是一个特色，所以它 <Okay. S 1> 其实它也做了一些停发柴油车。嗯 造的这些工的的做的，但是它不是去取取消说现在的柴油车，那个它有另外一套标准，就低排车能进，但是它也一面去停止那个解解那个那个啊停发柴油车的造，那它柴油车大部分就会是柴油计程车，台湾是比较没有，那这里就会就会回到说，当我们去主张这些每一样停什么停什么停什么，为了环境更好，就连接到说我们要管制大型柴油车加盐也好。 我们未来要推动每一种电动车，嗯嗯、那既有的燃油车的维修的整个产业链，对整个维修机车的师傅是啊，是啊整个维修的这一些这个东西呢，一些转型国家，那、呃、欧洲国家他们也遇到了，所以他们在现在一个绿色征纲里，他们就要把公正转型，英文叫 J U S T transition，just transition，just 在这里是就是比较适当、刚好、适度、正当，just。 Justice 的一个一个同接近同义字，就是所谓蓝领阶级他们的工作权要在这个大转型的里面不被弃绝，反而继续被扶助，然后转往了绿色的、呃、这个呃工作。对，如果能做到这样是最好，但是就是说 okay, 呃公正转型，对，就是说要去想这件事，<是>或者说这个会变成一个主题，是能不能都是。 呃，本来修燃油机车的师傅能够受一个职训，就去变成说电动车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就是说这是一个。 问号了，也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意愿。如果老，也许有些人没有意愿去转，<而>但是我们要先想到这件事情对。那可能从学校里面的教育，那那个专业的教育层面就要开始思考到了，然后一路到了产业端，一路到了维修端，就是一整个系统的转换对。对，那他就要做一个政策评估，是应该应该这么讲了、啊。基本上现在大家一直很争议的就是说，呃。 有一些县市，它又同时补贴燃油车又補，又补补贴比较新的燃油车，哦、相对干净七八起以上的燃油车，燃油机车又补贴电动机车，機車啊、然后产生一个竞争效益，<對>你整个东西拉动不出来。啊、那我觉得你参考伦敦的做法，就是你要还是要把效益跟你两套的 A、B、C 案的评估说清楚。Okay, 嗯哼嗯哼那你评估说清楚，大家也可以去讨论嘛。好、嗯<哼>，你就纯粹的空屋数量来讲，当然你发发了七八起车，还是会。 比较干净，嗯哼，好，但是你另一点来讲，原本我就能够做到电动会更干净，它就有 A 案、B 案、C 案嘛，嗯哼，我觉得这边就是我们在沟通上一直没办法好好的去说，所以大家都从一种比较高位的角度，比如是倡导什么郵、嗯、<哼>油电油电平权这种口号，可是这个口号底下实质的东西是我刚刚说的 A 案、B 案、C 案呐、啊，嗯哼，没有什么平不平权的问题，它不是直接就冲击到。 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说，呃、尤其是有那个机车的这个补助的事啦，嗯、<哼>它不是那个禁用、禁上路的事，它会慢慢去移动，嗯、<哼>所以不会说下一秒钟你下去楼下机车行，它就生意就跌五成，嗯、<哼>就是没有人马上再换的啦。嗯、<哼>所以这个东西会牵涉到一个长时间过程的一个对于政府这件事情的信任。嗯、<哼>那我我们我觉得我们整个呃。 环保署或各县市在提供这个补贴的时候的，又是我刚刚说的、啊，伦敦是把这个转型过程跟你说明清楚，让人讨论。那、啊、台湾没有去说，所以没有去说之下，就变成一方面就是讲一一一方面支持继续补贴七八级车，人就会跟你讲、嗯、啊，七八级车都已经干净那么多，对环境都有帮助，为什么你们还是要吵？嗯、哼哼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说。 我们都已经能用更好的了，然后马力那些时阵是充足的，嗯、<哼>而且为什么我们又要去允许七八骑车？嗯、<哼>然后有一些讨论要出来，我觉得那个像。 英国、美国，我们很值得学习的一点也是说，他们一定把成本效益分析的资料也试出来、嗯。嗯嗯、哦，我我是会假设台北就是台湾是有能量做这个，也都有，啦。那就没有要做啊，嗯嗯、就是简单的也可以做。嗯嗯、那简单做还要怎么样？还要跟公民说清楚，这个都有成本效益分析的。今天其实我知道。 其实光阳也开始要做电动，也就在在做电动车嘛。嗯、哼哼那三阳我知道大家都有在自己做自己电动车的，他知道那是趋势。嗯、<哼>可是他们的七八期的那个机车的引擎设计啦，那些产线，它也是在维持它的。嗯、<哼>那那里面他们内部要怎么调，要怎么冲击这些，我想这些应该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报告。 让民众去知道，<是>去去去去做清楚。那因为他继续补贴的状况，他七八级车也是会继续成长嘛。嗯、<哼>那这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做调控？其实大家。 也是要把它把它谈清楚。嗯、<哼>那如果目标清楚了，嗯、<哼>我觉得目标一致，大家再来谈，嗯、<哼>或者说目标大家再修。那我目前观察到伦敦它的成功，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公开谈清楚。<的>我觉得台湾很多空屋的这个政策做不好，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谈它。是。那专家也自谈自己的，民众可能有他自己的关切，然后呃受害者有他的关切，然后环保署又有他的自己的一一个领域里面，然后工丁会混在一起呢。 大家缺乏资料，十页简报、二十页简报，<是>我怎么对话鸡同鸭讲？<是>那这里就没办法推进。對對對那我们民众还是继续不满啊。那那<對><是>然后还是继续远远远高于 WHO 吸肮脏空气。然后呢，偏乡地区呢，嗯、哼哼哼就已经在很多未来数位建设上、交通轨道建设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落后了。嗯、<哼>我还要继续去呼呼吸比较脏的空气。 然后我们又要人口外移，然后老化，然后又超高龄化社会，嗯、<哼>这一整个年代下来，我认为一些小地方刚刚提到可以学的这些这些报告，这些施政的清楚的，<是>好能够把它呈现，我觉得空屋会好。对，嗯、呃，我想我们刚才在这个瑞根博士提到的这几个例子里面哦，呃，首先陈伟也意识到说，其实，在气候紧急的这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我们应该要在政策的。 呃，治理的工具上面更保持弹性。呃，美国的加州他们使用的这个空屋的治理是依照这个大气回流。我们看到这几年，其实美国加州的山火是野火燎原，常常一发不可收拾。许多人传来当地的消息，都觉得那个火灾现场好像炼狱一样。但是他们早在这几年就已经做出了一个相对更符合自然。 的状况的有弹性的这一个空屋的治理方式，我想这个绝对在气候紧急的时代，这样的弹性是必须有的。而二来，我们也看到在伦敦的这样的呃交通工具的排废的这个治理上面，我们可以意识到，其实民主社会人人都是总统，还有政治领袖也逃给，所以空屋治理。 是大家的共识。那同时，我们可能就要为这件事付上监督，还有我们身体力行的代价了。 我今天非常感谢台大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也是在空屋治理的政策研究的专家王瑞跟博士接受我的专访，谢谢,谢谢您，谢谢各位，谢谢陈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您的收听，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Needs Radio 跟台大风险社会中心，呃，在这里跟您说声再见，下周再会，拜拜，拜拜。